主料，鸡翅500克，辅料，葱5克，姜1片，蒜4个，红辣椒3个，青辣椒3个，油、盐、鸡精。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。先准备所需要的材料，葱姜蒜都准备好装盘。鸡翅我是买了超市里没腌好的，所以回家就把鸡打了横刀背的，是更好的入味。放了盐鸡精腌了15分钟，往锅里放油，把鸡翅要在锅里炸到金黄，为的是达到外焦内嫩的效果，吃到嘴里也是很美味的。鸡翅炸好的之后，把事先准备好的葱和姜先放到锅里，为的是爆出葱姜的香味，然后爆辣椒放入，所以的配料爆了之后就爆炒，然后放盐鸡精等调料，觉得鸡翅没熟可以放水煮几分钟，等菜熟了就可以出锅了，美味啊。烹饪技巧，炸鸡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火候，不要把鸡翅都炸糊了，大家可以试试的啊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